先来介绍一下电。电是看不到的，可是像河川一样。美国的电呢，它就是用这样子，跟台湾跟不大一样，可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。这个是 ground line，就是地线。然后这个有一个大槽，你看这个槽，这个大，这个小。这个大槽的是那个 neutral，就是 negative，然后 negative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然后这个 hard line 就是 positive，这两个也连在一起，所以你电进来，你可以接一个出去，那可是这个地线就没有，所以你现在来看，看这个里面。现在线呢，要搞清楚线的流向，就像河川一样。这个，你看，这个进来的电，测电也是这样测，先找到电源。那现在是这个白的，就是负的、正的跟地线这进来。那现在是要接另外一个，又出去，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好，所以本来是这里，如果有两个插座的话，就接这个，然后这个再接这个，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再接出去，对不对？可是地线没有，所以你还要是要把地线先再弄一个另外一个线支线出来。好，是怎么接都可以的，从这边先接出来，或是先接出来，然后两个接，然后三条接在一起，或是。那这样就接出去了。一，如果说这里还有一个的话，一、二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三条接在一起，其实应该说四条了，因为这里进来的话，要跟这个接，还有这接，还有这个接，就四条接在一起，所以它就供应两个地方都有地线，出去也有地线。这样有没有听懂？好，可是现在呢是要这里呢弄一个接电，然后这里呢做一个 switch，因为它是在墙壁上要来控制上面的 ceiling 的天花板。那我们现在是用旧的，我们这边都是跟人家修完以后，这个都是就是我们在用的，废物利用。那这个是 switch，那 switch 这个是开关呢，它就是只要开关是在开什么，就开热线它不是接那个接不是断那个那个白色的那个 neutral，就是negative 这里有地线就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接，就是这里接热线，然后热线再出去，然后这白线自己接在一起，对，因为白线不受控制，这出来就跟它接。好，我就接这，你就了解了。OK，暂停。好，现在看看已经接好了。这个电呢，我拿一个针来。这个电是从这一根进来那要线进来，那当然是它有地线，有中间线，neutral 就是中性的，还有一个热线就是热线、中间线，还有一个地线。地线就是透光光没关系，不要有包皮。那现在这两个就接，因为这个电刚才有讲过，它有两个，就是。热线接了，然后再接出去，好，然后这是 neutral 接了以后呢，进来电接了，然后再接出去，这就是完成了，电就继续走。那继续走呢，因为 neutral 呢，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控制的，所以 neutral 就不用经过这里了。那 neutral 就出来以后呢，就跟因为有一条是要出去的，这条是要出去的。然后就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，
然后那个开关的电呢，就这上面就是天花板灯呢，就那个中间线就 neutral 这个 negative 这个线，因为 negative 跟 positive 在一起才会产生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我们就不控制这个这个负线哦，就是负的 negative 的负的，所以就把这个刚才的进来的这个进来在这个以后再出去的 negative 的 neutral 的，再跟出去的，然后再跟那个电灯的都接在一起，啊、哦，就不用经过这两个。然后呢，再就一个是地线，那地线进来以后呢，它要跟出去的接。那我现在就电灯不要有地线了，它就出去了，因为这个线没有地线，因为就很麻烦，啊、哦。那所以说，因为它只是出去做一个最后终点，不用再接的话，那、问题不大啊、嗯。那现在就地线就两个接在一起，然后就接出去了。那两个接在一起又接了两根，因为它这个也要有地线，这个也要有地线啊、保护这个壳啊。就是你如果碰到，因为这地线都接到这个铁上面的，所以你一热线一碰到这个。这个如果有破掉怎么样？碰到这个马上跳电，啊，电表马上跳电，因为这里有地线，啊，地线跟那个负的其实是同一根源的，啊，可是它把它分开，这样跳电才比较快一点，啊，所以它热线你碰到白线或碰到绿色的线呢，地线呢就会跳开，啊，而它两个同源，可是它。规定要有不同源，可是现在越研究越好的那个 breaker 就是，电闸越来越好，可是很贵，美金要70-80块，它就是频率不一样，它就跳电了。比如说你在弄什么车子啊，不是、啊，就是工具啊，在用的时候呢，它频率不一样。所用的耗电量不一样，它就跳了，啊，这保护异常状况，它就安全保护你。好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里就接四条线，地线接四条线，接进来跟出去的。然后这还有接两条，就是要跟这个，就接在这里，还有接在，在那边，哦，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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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，那都是绿色的，地线都绿色的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送进去就好。送进去你还要再检查有没有碰在一起啊，或是线要弯了、啊、才能容易压进去。好，拜拜。 Follow me, follow your heart.